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لا عقبة للمتق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今天我所演讲的题目是穆斯林的行为准则 那么作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应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道德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准则呢 那么请我们共同学习一段古兰经 قال الله تعا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عظيم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هو سماكم المسلمين من قبل وفي هذا ليكون رسول شهيدا عليكم وتكونوا شهداء على الناس ويقيم الصلاة وآتوا الزكاة واعتصموا بالله هو مولاكم فنعم المولى ونعم النصير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22章第78节。那么这一段阿伊提告诉我们，阿拉塔拉说，他在从前和在这一部伟大的古兰经当中都称作你们是穆斯林。况且使者是见证你们的，你们是作证是人的，你们当谨守拜功，万纳天客，当以安拉为保佑，他是你们的保佑者。那么这个保佑者太好了，这一个援助者太优越了，阿拉哈姆杜林了。<咳> 那么这一段阿耶呢告诉我们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三个问题第一告诉我们穆斯林这个名称它的历史的悠久性那么穆斯林这个名称它的身份有多么长的历史呢阿拉告诉我们民高布鲁瓦菲哈达那么民高布鲁从前那么前到什么时候呢不是前到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候也不是前到呢那么我们的使者担任使命的时候他前到呢世界上人类由人类以来第一个由顺从阿拉的人那么穆斯林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呢打地上第一个顺从阿拉的人阿登阿拉辛斯拉姆那么所以呢穆斯林的这个名字呢不可谓不悠久 那么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阿拉说我非哈德我非哈德在这一部经典中也就是说穆斯林这个名称呢自从打地上第一个顺从阿拉的人开始到那打地上第一个顺从阿拉的人结束这就是穆斯林的身份其二呢那么这一段阿耶又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穆斯林那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 那么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尺度，用什么来衡量我们是一个穆斯林呢？阿拉塔拉又告诉我们说：“历代的使者是见证你们的。”那么阿拉塔拉说：“使者是见证你们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个穆斯林？我们的标准合乎不合乎一个穆斯林的标准呢？那么谁来做我们的见证呢？拉苏，是吧？历代的使者都是他们的民族的见证者，都是他们的民族的榜样。 例如，那么阿丹圣斯拉姆的时代的时候，他们的民族的榜样就是阿丹圣。努哈圣时代的时候，他们的民族的榜样就是努哈。那么，自从使者担任使命以来，我们众穆斯林的榜样就是拉苏鲁，是吧？一直到复盛日成立这个漫长的时代，我们的标准就是穆圣阿拉希斯拉姆。那么，既然穆圣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思想道德的标准，我们应该学习穆圣的什么呢？ 那么，穆圣的生活是伊斯兰的活的写照。穆圣的品格就是整一部《古兰经》，所以呢，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学习的标准。那么，我们要从穆圣的一生当中学习以下重要的几点。第一，我们众所周知，圣斯莱姆呢，他出生在一个很文化落后。 是吧？与封建愚昧的一个阿拉伯的社会，他甚至那么甚至教育的重要。所以呢，那么穆圣早在1400多年以前已经提出了三大教育制：终身制教育、全民制教育、全方位制教育。他的名言分别是：是吧？终身制教育，是吧？穆圣（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 sallam）说：“ṭalabul ʿilmi fārida ʿan ma ṣallā终身制教育呢？ṭalabul ʿilmi min al-mahdī ilā al-lahdī。” 是吧？学习从摇篮到坟墓。那么他所提倡的全民制教育呢？他所学习对于全体穆斯林男女都是当然的义务。他所主张的那么全方位制教育呢？他的名言是：“阿拉哈克麦杜达勒杜莫明，哈纳沃吉达哈伊尔塔格达哈。” 圣斯莱姆说：“那么智慧、知识是心事的一事物，无论在哪里发现的，都可以利用它。所以呢，那么。”
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伊斯兰文化为什么在中国的千百年以来日益的落后？为什么？目的，那么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中国穆斯林忽视了教育，是吧？忽视了圣人的这一个伟大的损难。那么我们现在的穆斯林，那么重视只是重视死而不重视活。我们的非穆斯林的那些的兄弟民族们，他们在重视对孩子的从小到大的这种教育，他们为孩子选择什么重点的中学、重点的大学等等的一些高科技的学院，而我们穆斯林呢，只是满足于我们的后代是一个字、是个数，能做生意就行了，是吧？那么这是导致了我们穆斯林文化的这种落后。那么再一个，我们学习圣萨拉姆呢，他知道那么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必须有一种道德来维持。那么圣萨拉姆呢，来鼓励我们呢，鼓励穆斯林要多做一些的慈善事业和社会的公益事业。况且呢，他把很小的一个善功提高到一个尔巴代替的高度，就是公求的高度。他在他的伟大的圣训中指出，那么命人行好是萨德格，知人作恶是萨德格，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是萨德格，是吧？排忧解难是萨德格，排难解纷是萨德格。那么向您的穆斯林兄弟呢，展现一副笑容又是萨德格。所以呢，他把穆斯林这个行善的细说压缩到呢，哪怕是说一句好话，哪怕是面带一个微笑，哪怕是清除道路上障碍，都是萨德格，是吧？都是功修。所以呢，我们穆斯林应该是不以善小而不为。所以那么圣萨拉姆呢，他知道光有行善是不行的，他要知人们作恶，是吧？不要让穆斯林干一点善功用他的罪恶所取代。所以呢，他又鼓励人们去知恶，是吧？他又是制止人们去作恶，是吧？制止人们作恶。但是呢，伊斯兰的知恶方式是很特殊的，是和其他的宗教和政策是不一样的，是吧？伊斯兰的知恶政策是伟大的穆圣呢，他在要求我们，要求我们穆斯林在完成主命的同时，要求我们多做复工。在他的伟大的哈迪斯当中，哈迪斯古都斯当中呢，有这样一段哈迪斯，安拉特来说，我最喜欢我的仆民以主命接近我，但是呢，虽要是以复工接近我，我必蒙我的喜欢。如果我喜欢我的仆人，我就是他看的眼睛、听的耳朵、拿的手，是吧？如果他求我忽悠，我就去忽悠他；如果他要是向我祈祷，我就给予他。所以呢，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午饭拜功为什么分布在一天的不同的时间段内？为什么午饭拜功不是在早上或者是晚上依次立下来呢？为什么要分布在这五个不同的时间呢？况且我们的最后的三个时候，阿苏尔、马格雷布、伊莎伊是连着呢，是吧？是连着呢。这就是告诉我们，那么这三个是接近了一天的尾声，这三个时候是在夜间例行的。那么人们的犯罪率往往在夜间是很高的。那么这是伟大的安拉要求我们必定完成的这五件什么瓦吉布主命，是吧？那么出过这五样主命之五份主命拜以后呢，我们的伟大的使者呢要求我们出过复工拜之外，最贵的拜功是夜间拜，是吧？况且他还说夜间拜能够医治一切病症。所以他鼓励人们离夜间拜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让人们制止自己的罪恶。所以呢，他身为伟大的先知，他的罪过前后的罪过被恕饶，但是他还是因为崇拜安拉站中了双肩，什么双脚流水。当有人问他，既然你的罪过被恕饶，那么你为什么还这样辛辛苦苦的去礼拜呢？他说，难道我不是一个感恩的仆人吗？所以这就是伊斯兰呢，让我们止住罪恶的这种方式，是吧？多做善功，多做善功，多纪念安拉。所以呢，那么圣萨拉姆呢，在各个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那么既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一个标准，那么安拉在这一段伟大的阿页当中又赋予我们的一个穆斯林的伟大的使命，太库努舒海达安拉纳西，我们的众穆斯林的任务历史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作证世人，是吧？我们是世人的见证者。我们说，那么某一个民族，是吧？某一个社会不是穆斯林，你用什么来证明呢？是吧？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代表着我们顺从安拉，我们服从安拉。那么在这一方面和我们相反的人，他都不是穆斯林。所以呢，那么安拉他来赋予我们一个最伟大的任务，历史性的任务。那么据中国的历史记载，伊斯兰传入中国已经1000多年了。那么伊斯兰在中国经过了唐宋元明清这一个侨民时代。我们老人们经常说，元朝恢恢变天下。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穆斯林已经呢在当时的政策的这个约束下，已经穆斯林的教育和中国同化了。当时的皇帝下令让穆斯林进行同化，同化的方面呢主要表现在服装、语言、文化和教育。所以呢，那么我们的不准当时的这个皇帝呢不准我们穿胡服，不准说胡语，胡人就是西域来的穆斯林被称为是胡人。所以呢，胡教胡亲也许就是那时候演变来的。那么我们的先民，我们的穆斯林的先辈，他们来的时候是带着缠头巾、戴斯达而来的，不是带着现在的白帽而来的。可是呢，由于当时的皇帝的下令来同化穆斯林的服装，穆斯林的服装呢由一个戴斯达就变成了现在的一顶白帽。所以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电视上，如果有一些的不守规则的不法分子的回民犯了罪过之后呢，那么戴上一顶礼白帽，或者是给你戴上一顶纱巾，那么这样一戴呢，身份就不用介绍了，什么回族，要么是维吾尔族，是不是这样？所以呢，那么这一个呢白帽就代表了穆斯林的标志。如果戴着白帽的这一群人走向社会，流向社会，他就像一部流动的古兰，就像一座流动的清真寺。别人呢要通过你的道德，要通过你的行为去阅读你，去观察你，通过对你的这个头戴白帽人的观察和阅读，人们去了解伊斯兰，去了解穆斯林。所以呢，这顶白帽它标志着伊斯兰的形象，它代表着伊斯兰的教盟。我们呢不要侮辱这顶白帽，白帽之下体现了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回民群体当中，穆斯林群体当中，有个别少数人犯了罪之后，那么有些报道片面的扩大口号，片面的扩大篇幅，那么他把这一小撮人犯罪的行为呢扩大到穆斯林整体。比如说我们的穆斯林当中有一小部分人不法分子贩毒吸毒，那么现在呢被有些人认为呢是穆斯林群体有这种毛病，有这种嗜好，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生意就是穆斯林爱做的这个东西。所以那么我们穆斯林应该是维护我们这顶白帽，维护伊斯兰的教盟，维护伊斯兰的教盟。所以呢，那么伊斯兰本来在社会上呢都被某些人呢进行误解和曲解，是吧？伊斯兰穆斯林现在不被社会所承认，不被人们所称为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吧？为什么安拉告诉我们穆斯林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伊斯兰的信仰是安拉最喜欢的一种信仰，为什么我们社会上不承认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什么其他的非穆斯林不承认我们，为什么呢？那么原因可以分以下几点，是吧？第一，有一少部分人对伊斯兰教义不理解。第二呢，那么有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的来诽谤伊斯兰、侮辱伊斯兰、曲解伊斯兰的教义。那么呢，最后一种原因就归于我们自身了，是吧？归于我们穆斯林自身。当我们穿着这身服装走到大街上的时候，别人把我们叫做什么嬷嬷或者是修女。为什么他把我们叫做嬷嬷和修女？为什么他不把我们叫做穆斯林呢？我们想一想，那么原因是很明显的。是吧？原因是很明显的，那些的嬷嬷和修女，无论他们在哪一个地方，他们在什么时候，他们出来都是他们的服装，是吧？他们不会脱下自己的服装。而我们穆斯林呢，在需要的时候才穿上这身服装，是吧？在宗教场合、穆斯林大众的场合下才穿上了，而后呢，在其他场合就会脱去这身服装，就会被别的民族所同化。那么原因不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吗？我们再下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村庄就有一个最共同的有名的名字，叫做什么？寡妇村，是不是？这些寡妇村为什么它的来历是什么呢？他们的丈夫干什么去了呢？为主道牺牲了吗？为国家捐躯了吗？不是的，是吧？他们是有的是吸毒太重毒死了，有的是贩毒太深被国家征发，有的是还在他的铁窗中度过他的漫漫生涯。所以呢，就这样呢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寡妇村。那么安拉创造我们是代之大地的，是治理大地的，而呢这些人却成了人民的罪人、国家的罪人、安拉的罪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的罪人。那么我们穆斯林能不能，我们还不重视我们的行为吗？是吧？还有某些穆斯林是吧，在礼拜的时候特别虔诚、特别小心，唯恐自己的拜功被破坏，但是呢当他们走出清真寺、走出大殿之后，就干一些呢和他们在清真寺里面、在大殿里面虔诚拜主的时候的那种行为绝对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坐车不买票，在公共场合吸烟。所以讲到这个时候呢，我想到我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
这个故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穆斯林在祝马的时候到清真寺里面去礼拜去了，很虔诚的礼了祝马。但是呢，走出这个大殿之后呢，他原来穿的是一双旧鞋，是吧？旧皮鞋。然后呢，看到别人的新皮鞋，就把自己的旧皮鞋留下，穿上别人的新皮鞋给走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穆斯林看到了，就问他：“哎，波斯帝，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刚刚出大殿，在虔诚的礼拜真主呢，为什么出了大殿你就干这些的不道德的事情呢？”结果呢，这个偷鞋的人倒是呢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说：“哎，你这个多斯蒂那么不懂知识呢，你那么不理解宗教呢，那么礼拜拜主是我的信仰，偷鞋是我的行为，你怎么和信仰和行为连接起来了呢？”所以这就是呢，对于那种呢只注重信仰不注重这种行为的人的无情的鞭打和讽刺。那么穆斯林的形象是最重要的，行为是最重要的。阿朗特拉告诉我们：“阿拉的哈拉格勒毛特或者哈亚特里耶布鲁沃库姆艾尤库姆阿哈森努阿麦勒。”阿朗特拉说：“他创造死和生，就是为了考验你们的谁的工作、谁的行为最优美。没有说你们的知识最谁的知识最多、谁的口才最好，或者谁的工作最多，而后说呢是你们的行为谁的最优美。”阿朗特拉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我尼阿麦阿吉鲁勒阿米勒呢。”是不是？那么工作人的报酬太好了，做的人的报酬太好了。那么阿拉没有说，那么有知识的人太好了，或者是有钱的人太好了，是不是？所以呢，古兰和圣训当中都告诉我们这个行为的重要。如果我们的正确的信仰不能产生一个好的行为的话，我们情愿不要这种信仰，是吧？一种信仰不能指导一个民族的行为，那么这个信仰我们要它干什么？是吧？我们要它干什么？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自尊自爱。阿朗特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我林良心恩泽德我里来苏里黑我里来莫米尼呢，是吧？一切的尊荣是归于安拉，归于使者，归于所有的信士，是吧？那么阿朗特拉告诉我们，尊荣是安拉所拥有的，我们要去要求安拉的尊荣。如果呢我们不自重，我们不自尊的话，我们怎么赢得安拉的尊重？怎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怎能赢得非穆斯林的尊重？”阿朗特拉古兰经还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不指望安拉的尊重呢？”所以呢，那么信仰和行为的连接起来是至关重要的，是吧？至关重要的。总而言之呢，我们应当学习伟大的穆圣，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神圣使命，学习他雄冠古今、纵观粮食的豪迈精神，学习他博古通今、学界人生二等的恢弘思想，学习他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这种坚强的毅力，学习他任人唯亲、一视同仁的这种博大胸怀，学习他是吧扬长避短、见贤思齐的伟大作风。我们应该学习穆圣，高而不骄、贵而不慢，他困而能食、柔而能勤、弱而能屈，是吧？简而常王、穷身之化、复命归真。我们都懂得自重、自贵。是吧？自重、自爱、自轻、自贱的道理。我们是21世纪的穆斯林，我们应该具有那21世纪的风度。我们应当用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行。